警方在雪兰莪巴东家里找到了失踪的6岁女童廖佳慧。雪州总警长胡新奥马告诉当心大马，警方在雪兰莪巴东家里一带寻获早前在若佛新山失踪的廖佳慧。无论如何，胡新奥马拒绝透露更多详情，只说较后会发布文告交代。廖佳慧上星期六在若佛伊斯干达公主城的商场失踪，警方昨天逮捕了3名涉嫌绑架的嫌犯，并在今早将他们带上新山地庭申请严扣。